一台车有五个人。哎，取消！你要怎么用啊？强劲体感。你要舒服的还是体感的？不要了。我要强劲。我要来强劲的。好，走逆走，你就选择使用左手。怎么是蓝色的？我选绿色，结果跑出蓝色的。专业的，那也是很厉害。对，我的照片是我耶。是谁？蓝色的。怎么变蓝色的？蓝色的。带着牌子带一个，超嗨的，超嗨的。好，我要来遥控车子。其实你在开。对，其实是我在开。要转。哎哎哎，有有有。这个要转，这个要转。要舒服了，所以你要这样子才会。它会变快耶。要跑吗？哦哦哦，再来。其实是我在开。是啊。他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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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他说这样不行哦。冲冲冲！你还有一个 boom， 超级暴力的，超级暴力的，他的时速表要爆炸了，他的时速表要爆炸了，太嗨了吧这个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右转了。第二圈，哦哦，第二名，第二名，有有有，有人转，啊，过头了，你怎么整个都飞走了？你撞到那个，你撞到标靶，其实我们很好玩，是，他只是坐在上面给我们玩的，太模拟，哎，有人要超车了，冲冲冲，啊。我跟人家乱乱，一点点而已，有有有，哎呦，走走，有有有，快到了，其实都蛮刺激的，是我们很刺激，快按快按，哇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太狂了，太狂，你撞到墙壁了，怎么太狂了？哇，第一名哎！虾米都行，我们知道我们，只是我们，你看，耶！等一下，我来。我整个问号，虾米。